哎，林善，眼下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？怎么，不放心我？没有，不是不放心，是因为现在海外宣传这一块，艾莲娜已经开始着手了。聂斯奇也马上要提交他的网校计划，我不希望样衣的制作耽误了发表的时间。样衣的事情你放心，我会在期限内完成的，但是你要帮我做一件事。文笑，给自己放一天假吧，毕竟工作不是你人生的全部。我知道你为了 DI 的上市赌上了私人定制，但是如果完成了 DI 的上市，实现了对你父亲的承诺，却失去了言下，这才是你人生最大的损失。 DI 一直都是你的包袱，而消逝光年却是你的归属。我不希望你因为信慕失去跟言下共同的梦想。不要让我曾经的不安和怀疑发生在言下的身上。文笑， DI 需要你的经营，你跟言下的感情也一样。欢迎光临。你怎么不问我需要改什么？你很好，没什么需要改的。需要？我需要改变我对感情的认知。林小姐，你愿意帮我吗？放下手边的工作，跟我来一场真正的约会吧。好食，没错，这里是你为灵山的梦想打造的地方。童趣和潮流的碰撞，视觉新颖又有亲和力。灵山的梦想就交给你了。言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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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了。丁总，样衣已经制作完成了。既然都已经完成了，为什么还没到？我们这边都已经好了，就等你了。蔡宁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我这边已经在路上了。言夏呢？言夏，言夏他说他店里出了点事儿，回消逝光年了。眼下你好好休息，我去送杨一了。你看，这个是我们这次的设计方案，我们已经准备发出去了。文笑，出事了！彭雨佳的经纪人打来电话说，说他出了车祸，明天不能参加时装秀。他是国际超模，
想要临时请到这种级别的很困难，最重要的是尺寸。咱们的时装都是按照他的身材来量身定做的，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？现在只能临时换别的了。哎，你的家属或朋友呢？他因为有事先走了。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呢？你现在呀，需要住院做进一步检查。详细检查？以你现在的情况啊，需要做进一步的缜密检查。具体情况，等联系你的家属再说。我。喂。啊，喂，银夏，我们这出了点事情，一会儿消失光点见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医生，啊，我还有事情没忙完，能不能等我忙完再来做检查？那你尽快吧。超模彭雨佳受伤了，不能出场，所以我们的主打款根本无法展示。如果同时间去找同级别的模特的话，时间又不够，所以我就想。林珊，由你来展示这次的主打款吧。你作为戏目的设计师，由你展示再适合不过了。我怎么能担此重任啊？我从来没走过时装秀啊！不行不行不行。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。首席设计师来展示主打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啊？林夏，那从现在开始赶制，明早七点前能完工吗？应该没问题。样衣其他部分不用改，单改尺寸的话应该没问题。这里呢就是戏目的整个发布会的现场，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现在很激动很兴奋，开始望眼欲穿了吗？要知道，一款你们见到的一套独特又大牌的衣服，都可以在琪琪宝贝的个人官方网站上看到它的整个制作流程，是整个从设计到制作的整个过程哦。好了，马上发布会就要开始了，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整个舞台上，等着我们的模特们闪亮登场吧。今天我很感谢来这里的每一个人。戏目不只是一个品牌，
这里还包括了所有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的努力。在这里，我要特别感谢一个朋友，他就是信木的特邀设计师岩下。你的检查结果一周后就能出来。好，谢谢医生。我真希望西木的时装秀永远不会褪色。这只是开始，未来会更精彩。虽然时装秀是我的梦想，但现在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你的，也是我的。我们，我们，你是要继续留在 DI 了吗？你不愿意啊？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现在我们已经上了整个时尚圈的热潮，文秀，西木的第一步真是成功了。DI 上市的计划应该也没问题了。文秀，谢谢你。跟我客气什么？我也是在完成我父亲的遗愿，以后啊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我承诺过你。只要你回 DI 挽救西木，我就将我手中所有的 DI 股权传给你。哎，打住！收回你的承诺。我可不想再背负 DI 这个大包袱了，我是属于消逝光年的。你也知道，为了西木，私人定制计划已经停滞一段时间了，现在是时候该重启了。可我根本不适合总裁这个位置。我能坚持到现在，是不想让西木消失。哎呀，适合，你身边有林珊帮你，宣传和销售上有郑经理和钱经理，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代工厂，我觉得你可以继续跟唐总合作，他们的做工不亚于国际的。还有，不要固执己见，多听林珊的意见。文星，你是不是还没有原谅我？我从来就没有恨过你，谈什么原谅？再说，我为 DI 操心这么久了，也该换你了。我要回到属于我的那片天空了，消逝光年，才是我未来该走的路。文董，西木的成功推出，我想我的任务也完成了。你可以继续留下，如果你愿意留下来，有什么条件尽管开口，我尽量满足你。你也看到了，今天西木之所以能成功，不是我个人的努力，是 DI 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，一起帮助 DI 度过了难关。所以我要的酬劳不是给我的，是给他们的。之前我和艾莲娜签署的海外战略合约，因为削减预算还剩一部分余款，所以我希望您能够从中抽取一小部分作为奖励给他们。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你应该比我懂。还有关于股份的问题，
作为总裁，我要求3%，不过分吧？你想把这些股份都送给 DI 的员工们，是这样吗？是的。多少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 DI 的员工有家的感觉。说实话，这次如果不是他们，信木这个项目根本不可能完成的。那你自己呢？我就不继续留在 DI 了，我也找到了我的目标和人生。DI 能够发展得更好，是我父亲的心愿，所以以后 DI 有什么困难，我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我们曾经都犯过错，文笑的离开是因为他想重新开始。墨尘，我们不要总想着过去，我们要看向未来，我们要替文笑完成他最后的使命。信木的发布会非常成功，真是你一出手就是不同凡响。这次的危机可算是过去了。哎，你该不会是想着回 DI 吧？没有，我打算重启私人定制。嗯，不错。不过这次我可要提醒你啊，如果这次项目重新启动的话，你可不能再反悔了。要不然可对不起我这个股东了。放心。医生，他怎么样？你是里面病人家属吗？啊，不，我是。那你就是他男朋友吧？你也太不注意了，你女朋友是因为劳累过度，肝功能异常，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很可能会引起肝癌。待会儿他醒了，送到普通病房，你再去看他。谢谢医生。眼下天都亮了，你就休息会儿。我累了自然会休息，你怎么跟我妈一样啰嗦？眼下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哪不舒服？我没事，我肚子疼，我去个洗手间。云夏，云夏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一定是严冬那个臭小子给我下毒了。他是你弟，怎么可能？你要是肚子疼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不用，我一会儿就好了。云夏，你别强撑着，你出来。云夏，云夏，要疼也看看时候，怎么老是这么着急的时候呢？
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撑到明天。要想减轻炎夏的负担，就必须要有帝爱的帮忙。文小哥，你不会就这样放弃私人定制计划吧？我和我朋友还等着那个 VR 开发继续呢。放心了，不会的。行了，我出去一趟，店里麻烦你了。嗯，没问题。文秀，董事会已经通过你的决议，将你争取的股份全部转给了员工。公司经营上，员工的向心力是最重要的。喏，给你看一下，这个是消失光年的合作计划。一个月只接两单。眼下做私人定制本来就很辛苦了，如果接单量大的话，我怕他身体吃不消，我不想他那么辛苦。饥饿营销这个方法呢，既能让消失光年的手工艺发扬光大，又能让他不那么累。文秀，你为了言夏真是煞费苦心。一个月只接两单，用时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做标志，我想单凭这个就可以让很多人愿意排队等待了。所以消失光年提升了 DI 的市场品牌价值。文孝想的不仅仅是消失光年，他还想到了 DI 的上市。文秀永远比我们想的要早一步。我对丁叶，你对文秀，我们都做了对不起丁家的事情。文秀是个大度的人，他不计前嫌，把 DI 还给我们许家。墨尘，你我不要忘记，我们欠丁家一份情，这份情你一定要牢记在心里。我希望私人定制能和 DI 合作，并且推出限量版。我不同意，我自己做街坊的生意，一个月少说也能接十来件，你现在的计划里一个月只销售一两件，我当然是觉得消失光年接的活越多越好啊，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消失光年。言夏，几百块钱的衣服你做十几件也维持不了生计的。再说了，我们现在要走的路线是高端私人定制的限量服务，在定价上肯定会比一般的私人定制要贵出许多。现在信木的事情刚刚结束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那么累。如果走限量，既能维持店铺的生意，又能让你父亲的手工艺发扬光大，我们为什么不呢？再说了，这是你们家传下来的手工艺，是世界上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走高端路线不为过的。眼下，不是所有的衣服卖得越多就越好。喂，墨尘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许叔找我有事，我回来跟你聊。这些天我也看新闻了，信木这新品服装发布会搞得很成功，现在整个时尚圈对这个新兴的品牌都很关注。文孝，你爸爸有你这么一个好儿子，
才有了 DI 今天的发展。我希望你能够留下来继续管理 DI。 徐叔， DI 是您的心血，我相信啊，以墨尘的能力再加上灵山的帮助，一定可以的。任旭来了。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啊？你没看出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没啥不一样啊。哦，还是那么漂亮。你就是在糊弄我。我糊弄你啥了？我新买的裙子你看不出来？你一定是被公司那个女人迷得五迷三道，开始嫌弃我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能说什么呢？那个前台妹。前台妹？啊，我跟她就只是朋友，别多想。朋友？才见一面就成朋友了啊？这一大早的什么毛病这是？今天约了看电影，所以新裙子。文夏的私人定制计划我不能认同，他打算把萧氏光年以合作的方式归并到 DI 旗下，随随便便就把价格调成天价，而且一个月只接一两单，那不是挺好的吗？萧氏光年是我爸的心血，他一直希望把制衣铺做成流芳传世的店铺。可是我总觉得文孝把萧氏光年当成 DI 上市的工具。我倒觉得丁文孝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好，一个月只接一两单是怕你累着，他又知道这萧氏光年是你爸留给你的传承，要想流芳百世，进入时尚圈，引起关注，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在为你好啊。你还记得你在制作细木样衣的时候整天熬夜，我们看着只能干着急也帮不上忙，我都心疼，更别提丁文孝了。可是萧氏光年在这立了这么多年，做的都是街坊邻居的生意，现在突然不接单了，而且把价格调高了那么多，我真的怕萧氏光年这个招牌砸在我手里。在这儿啊？不是约好了去看电影吗？你忘了？电影？我说你就对我们的约会怎么不走心啊？还不是被你气得给忘了吗？算了，时间都过了，改天吧。在近日举办的西班牙博览会上，由中国 DI 集团联合西班牙品牌 Loose 共同举办名为信木的品牌时装秀。其独特的创意以东方美学融合西方时尚，并结合了环保的特点，信木成为本次时装周最亮丽的一匹黑马。Thank you.
灵山，去哪儿？啊，我约了文笑。去吧。文笑，感谢你成就了我的梦想。成就你梦想的不是我，而是墨尘，他一直在幕后默默地关注着你。你应该感受得到，他对你真的很用心。但是我现在只想好好地为自己活着，这种感觉就像找回了遗失的自己，所以我不想去触碰未知的感情。墨尘在公司的管理上刚刚步入正轨，愚公，我觉得你应该协助他。于私，你也不应该逃避你们的感情。喂，杜医生。医生，检查结果怎么样？您就直说吧。我这都检查两次了，有什么问题您就说，我承受得住。肝癌二期。消失光年私人定制成功的那一刻，就是我向你请求共度一生的开始。以你目前的状况，如果说不做手术的话，只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。但是针对像你这样的肝癌二期患者，有一种非常好的治疗方案，就是肝脏移植手术。但是这个手术的风险和术后的排斥意向，我们当时间开始跟我追逐赛跑时，我才发现原来我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没有做，也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割舍不了。我一定要在我离开前将一切事情打点好。是不是不正常？别胡说。炎夏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做早餐啊，还能干什么？妈，姐最近是因为压力大，还是失恋了？
姐，你一心都在萧氏光年店铺上面，这些家务活你怎么突然懒去做了呀？是啊，那个以后做饭做菜收拾屋子的事儿还是妈来做，你千万别插手。妈，你们是不是怕我做的不好吃，对吧？没有。有空吗？我想跟你聊聊。我的时间很充足啊。是要来谈公事吗？不是谈公事，谈感情。文笑，对于文笑，我该付出的都付出了，该结束的也都结束了。现在我是真心的祝福他和言夏的，所以跟文笑没关系。你有新的对象？是找到喜欢的人了。灵山，喜欢一个人是互相的，是要有责任感的。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但对方却不喜欢你，或者眼睛里存在着别人，那你就不应该开始，这样会让你更痛苦。如果你是真心喜欢的，觉得和他在一起能够幸福，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做，祝福你。所以你以后只能喜欢我一个女人，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？爸，我想结婚。你说的结婚对象该不会是灵山吧？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喜欢灵山，我希望能和他牵手一辈子。灵山是丁烨给文孝指定的结婚对象，你这么做会不会……他们两个的感情已经是过去式了，而且灵山也愿意接受我，希望爸你能同意。只要你们俩愿意，我能有什么理由反对呢？谢谢爸。画设计稿，设计稿，离谢幕下一季度的时装秀还早着呢，而且你现在又不是 DI 的职工，你担心什么？穆总监会解决的。我想画私人定制的设计稿，我要把萧氏光年三年的设计稿都画完。三年？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思琪，
你说如果让穆总监来萧氏光年帮助私人定制，他会答应吗？这萧氏光年跟 DI 又没什么关系，穆总监他如果答应来帮忙呢，那是情分，他不来的话也没有人会说什么。那如果萧氏光年是 DI 所属，会不会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。我找你来呢，是想跟你谈点私事。我想向灵山求婚。求婚？我想先准备求婚戒指，至于婚纱呢，我已经都想好了。我想让炎夏给灵山单独定制，我想给灵山一个惊喜。没问题啊。